波波人住的村子，波波人住的村子。波波人原来住的村子，一场大雨把整个村子都毁掉，现在搬到另外一个地方住。这就是绿宇宙，外围都是野草人，这就是绿宇宙。不对，那就不能晒呢，这坟墓啊，不对。雪碧胶。中国时报，对，国旗，国旗，快说，好，有需要哦，哦，爱国哦，我们爱国领队哦，万岁哦，万岁，他说万岁，国民的万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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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呼呼呼，一直万岁，太厉害，他在钓鱼场，他在钓鱼场。因为我们现在要改口叫平时啊，是我们现在。
对，你这个年龄是韩国的。韩国服从就是就是。对。那你今天小心嘞。光看那个蛋。对。有啊，面人面人。哦，对，没有杀。哇，这哦，这还是正当的，不是普通的。对，我会以这个角度拍出完成。所以大家要在那边的阳光。好的，大概就。我要斜斜的。嗯。因为我是独立派。对的，来照相。荣誉太大。好看呢。哎，这边也可以站的呢。这个可以的。是那个招文。那我是绿党哎。